需要人工帮它大量的输入标注好的图片，然后认识到图中的这些，比如说红绿灯或者行人和车辆这些东西。我叫朱杰，来自贵州贵阳，我现在是生活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，然后在白鸟数字小镇这里做数据标注。客户给我们的图片，我们每天都会完成个两三百张左右，就是做机器的老师吧，就教机器会识别文字或者是车人。首先我们拿到一张图片，先放大，这里有一辆车，我们把它框好之后再调它的属性，就是有遮挡啊这些，这边还有红绿灯，然后还标明它是什么颜色，有一些人或一些非机动车，然后我们都需要标上。就比如这种比较特别远的模糊的需要标注吗？人如果说是人眼都识别不了的，其实是不太影响那个交通的，你觉得吗？对，建议还是没有我们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，这个人工智能它永远都智能不起来。我们公司跟升华学院有很深度的这种产教融合的合作，我们这个团队呢大概是有500人左右，然后全职呢只占到了11、12个。上课就是上班，老师就是经理。实习生是有保底工资的，属于公司的，实践生的话是属于学校的，有课的话就去上课，没课的话就来这里工作。就是有时候接的项目比较紧急，然后同学们就为了赚一些生活费嘛，就是自愿加班。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大家把我们当做工人的，从我们的工作性质来讲，的的确确有点像流水线上的工人，但是我们这批工人呢要求会更高。做了多少了？昨天刚分出去了，然后是给一个人2万。一个人2万的数据，严格保证质量哦。咱们实习生的话这个成本是很高的，一定要是让他们开着马蹄在干活才行。比如说明明旁边有一个人，但是我这个识别系统如果加工这个精度不够的话，他认为没有这个人，那么一定会出现车祸，把那人撞了怎么办？每天都盯着电脑看，眼睛是很胀这些。你做的时候有很大的成就感，你能比别人多做多少，而且你质量也好。因为每次我觉得我比他们框的都多都快的时候，特感觉有点自豪，就是反正每个人都在我后面嘛，反正我就在第一个那种感觉。那以后的话可能标注员的话就不缺了，但是缺的是管理标注员的那种组长啊或者主管之类的，因为不可能一直做标注。今天我们要去县城买菜，由于学校这边没有什么吃的，加班没有？已经很久没有加班了。哎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比较稍微懒一点项目。最难的就是我们以前框车的那种，场景比较复杂，单排60度的。现在我们就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了。
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按这个识别了车道线实现这个寻路的功能。数据标注对无人驾驶和其他人工智能的产业都非常的重要。不同的路况，不同的环境，学习的东西越多，然后它以后它错误率就越低。未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数据标注模式，肯定会是往一个更高的概念层发展。明天准备空多少张图啊？你们组长定了多少量？他没有定量，但是今天我做了350多，明天争取400吧。看了一些科幻片，就是感觉人工智能很神奇吧，机器人就会帮人类工作。我们这现在就是帮机器人学会这一块。我觉得我们的贡献的话，没有工程师的大。有时候会担心机器如果都学会了，我们就可能会面临失业这一块。